何让一瓶水快速变成火箭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往瓶子内部加入适量的丁烷气体，这时你只需要倒置瓶身，就会变成瓶子火箭。我去，兄弟们，你敢信丁烷加水能飞那么高？这简直是大号窜天猴啊！但是我还是不信，我感觉他那个视频肯定是用特效飞起来的。如果是真的，我就给所有点赞的挨个叫爸爸。那么丁烷气体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然后我分别准备一个小号的和一个大号的两个瓶子。如果这个小号真能飞起来，飞得那么高，那这个大号是不是可以直接就能飞上天？那接下来咱们就实测一下啊，咱们先来这个小号的啊。这是在一个废弃的无人的停车场拍摄的啊，嘎嘎安全啊，请勿模仿。咱们先把这个气儿给它灌到瓶子里啊。可以看，这里面直接挂霜了，然后咱们倒到这个水里啊。OK， 往后点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不要眨眼啊，一。直接干那儿去了。我操，兄弟们，它没有垂直飞啊，但是它这个起飞的速度确实是挺快的啊。兄弟们，小的不怎么成功啊，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个大的能不能直接干到云子上啊，直接把两瓶气都给它灌了啊。开始啊，来吧兄弟们，这把整个狠的啊，道理。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，看看那个大的能飞多高啊。我操，有点害怕啊。一身上全给我干湿了，我去，这个桶飞起来估计得有个10米20米的高度啊，而且水喷出来的后坐力那是相当的大呀，这简直是一个大号的窜天猴啊。兄弟们，咱们点点赞，下期视频我直接给你们飞水缸。